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桐，今天为你朗读革命者杨开慧写给弟弟杨开明的一封信。亲爱的一弟，我是一个弱者，仍然是一个弱者，好像永远都不能强悍起来。我蜷伏着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，我颤栗而寂寞。在这个情景中，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我的依傍，你于是乎在我的心田里就占了一个地位。此外，和我们在一起的同志们也和你一样，你们在我的心田里站成一排。我常常默祷着，但愿这几个人千万别再失散了。献礼建党百年，致敬革命先烈，感谢你们的相信，让今天的中国自信。